高凤梨怎么看？你要你他们说要看这个眼睛哦。你要不是我说你要按是里面的红肉还是里面的白肉？就是这样而已。红肉。红肉怎么看？听声音。好，老板来教我们怎么看凤梨。红肉听声音。来，这一颗你谈谈看啦。可是我觉得好绿哦。嗯。好，谈谈。你谈啊。这个声音怎么样？很扎实。来，你弹这个，这比较脆。再一个给你。哎，嘣嘣嘣。对呀、啊，听声就听这个、哦，这个耐放，这个不耐放。哪一个不耐放、啊？这个。这个不耐放啊。里面有水分，有红肉，是红肉水分比较多。哦、你看到这是红肉有水分的，听起来的声音。来，你弹脆脆的，你弹你的手，弹你的手这边大力点，弹你的啦，弹、啊、我的，哎、欸、对呢，弹、啊、你的头，脆脆，弹你的头就是这个，哦，这个是里面白肉，白肉比较耐放，哦，那、啊、这个是里面水水里面的红肉不耐放、哦，听声音不是看看那个啦，看外表不准啦，听到了没有？学起来，啊哪个比较甜？如果下个月的话哈，红肉是会甜，但是它水分都不耐放、哦。白肉是会甜，比较香味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欸、如果你要耐放的话，就听这个空空的。而、啊、像他们做果酱的话呢，果酱都是用酸嘛？对，都是用空空的，用头的啦。对。欸、老板，这个老板像这个像这个，老板没有分哦，我要敲他，他说敲你自己的。谢谢老板。好，换那边。